含 DHA 高钙高蛋白，本节目尽在深海体育独家冠名播出。来吧，公布结果吧。来，我们五个还能出问题吗？哈哈，精彩！啊！二皇没治好啊？反正我觉得二皇子应该没出。不是，那三皇子是怎么回事呢？谁？我想请问。三皇子也没好啊！三皇子到底是谁？哎，就一皇子好了。三皇子，你有分？我有分了呀，对吧？我有分啊！哎，就我们五个有分。截至目前，累计经验值总和最高的为大皇子阵营。接下来进入第三轮选择阶段。由于天气影响，每位皇子的寒热值会在上一轮的基础上加一或者减一。精彩了，精彩了！三皇子到底是谁？三皇子为啥呢？就是有人不想得分啊。在初期还是积累个人分数为主的情况下，也不会觉得说，在当时房间的玩家会有人不想要这个分数。扎针，你扎的是三吧？我扎三扎羊啊，没错呀。四个男生喂一个女生喂羊，我扎羊针没错呀。那就是有人没位，没这个必要啊！我三皇子这儿没这个必要啊，分都不要了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，陈哥？我下了，我下了，真的下了，我真的下了。你下的是纸兔对吧，二皇子？如果。不，他下的也是纸兔的。没用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在三皇子屋捣乱的人，我已经确定是谁了。欣姐和那个奥利，他们俩一定是下的正确的呀。他俩一定是的，在三皇子屋就是哲远，因为他没有拿分，他希望自己拿到大皇子的分的同时，不让我们剩下的拿分，他好追上分。我要么当第一，要么当最后。所以说，哲远是三皇子屋捣乱，他下的是错的呀。但是二皇子是谁捣乱？二皇子那个房间下有问题的药可能是火术，他放的都是烟雾弹，因为他浪费所有人的药，然后浪费所有人的钱的同时把分给追上来，因为他们那是零分，上一轮他们大皇子屋拿到分之后，他们把分追到了三个分。对，这样分差最小啊，他为什么要白白让我们得分呢？火老师不是好人啊。对，盘着发现火老师不像是个好人。什么叫不是好人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在二皇子屋干什么了？我不就下了个羊药吗？咋了？二皇子屋？对啊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下了羊药啊。你刚不是说下的止吐吗？你不是安神吗？不是止吐药，止吐药，对，止吐药啊。你不是止吐吗？我是止吐，我也下了止吐。他俩都下了止吐。对啊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肯定没吐嘛。没吐没分啊，分呢？不知道呀，我怪我是不是？就我一个下止吐药的，你问我分在哪儿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怀疑自己是不是下错了，因为我进去我就会有点懵，就是可能我下错了，导致大家都没拿分。然后我想了想，不对，这回合应该是有人被刺了。您确定要给二皇子开一副阴药，三皇子开一副阳药吗？确定。所以二皇子这一轮是吃了多少副药？我不想拿三号房的分，我也不想让二号房拿，我想让二号皇子，我们那个皇子吐。你不拿三号的分是啥意思？你会捣乱是吗？你这是？因为如果我们都拿分的话，刘昊然他现在有十一分。但如果能让二号那个皇子吐。对我们这个总药量是好的。
并且他三号房拿不了分，这儿拿不了分，他们是零分，我们是三分。炸呗，炸了，炸了，二号肯定得炸，不炸老板会分叉了，兄弟。伤死了！二皇子都吃这么多药了。安排你们两个做什么？出阴是吧？对，我们出阳。你俩都是出阴。嗯。如果一个人不出，一个人出阳，可能更保险一点。就这样，就是两阴两阳没变，他怎么揪都揪不回来，揪都揪不回来。医师要给哪位皇子开药啊？二皇子要不要用药？还有别的开药吗？没了。我要给三皇子。我们二皇子要吃吐了呀！二号皇子把药当饭吃了。我刚才搞错了一件事情。不应该守药的，三皇子少吃一副药也。我这就去三皇子。那我下。反正现在到第三轮的就很难搞到健康了，就是。钱省着点，因为我们最后一定要凑钱去买针灸嘛。买针灸，对吧？最后一轮吧。对，四代针灸肯定是最牛的。你有多少钱？七块。七块。七块。我六块。哦，我也六块。对，下一轮还有三块进账，9块、9块、10块。我们现在应该最有钱的。然后按照目前来说，谁的健康状态最好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你去大是吧？我去大呀，我没去过大呀。对，那这轮其实大家都应该去没去过的，对不对？按道理来说应该是。那这轮是不是得凑四个人啊？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状态了，或者有锦囊也行。有锦囊？你们不是也有个锦囊吗？我这儿也有锦囊。而且我这儿刚好一个我，然后一个白，他也没去过大皇子房，我们俩去带个锦囊刚好插齐了。对，像我们还挺优势的呀，这么说。此时此刻是有优势的。对，吃药吃的少。那我们这轮必须得去一号了，我俩对吧？我俩没去过一号。哦，你俩没去过一号？对。那去呗。因为就得去一号捣乱了。去一号呗，对。因为一号现在那个大皇子分太高了。我还是建议我俩都去三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三号搞吐。搞不吐啊，现在。可以搞吐。搞得吐吗？搞得吐。就是我们要保三号的那个药是最少的。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他现在不能健康啊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要得分先。对呀、啊。得分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东西。我们因为大家都会撒谎，现在就是我们很难保证我们能得分。现在已经没有真话了，我觉得到第三轮是没有真话的。现在我们得分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东西，我们唯一能保证的是我们现在钱足够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轮不买针灸，我们下一轮再买。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我们针灸很难保证自己拿分。不是，针灸一定拿分，针灸一定能针到。怎么能针？你告诉我怎么能拿？我们这样，我们在这一轮全部去别的房间，然后都给三皇子下养药，就把三皇子给弄到一定要针。我们只要把它弄正了，最后一轮三皇子是不是会一定会减一？那他的状态就一定是正一了。那我们最后一轮给他弄吐，弄吐了过后，然后我们针灸就回来了。我怎么能保证他一定吐呢？无所谓啊，只要我们足够多。那别人要是给你拼命的下止吐药，你吐不出来啊？他们只能下一个呀。那不是啊，他们可以最多下两，他们可以联手啊。我们最后一轮可以下很多药啊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？现在二皇子跟三皇子他们都是极度不健康的，我们皇子起码是健康的。没有，因为所有人都会去下看过的嘛。这轮大皇子房间，我大概率搞不健康。
这个是东西得认吗？搞不健康，要不然就吐。不是不是吐，也会被胃催吐。我们搞不健康情况下，我们就只需要干一件事情，就往阳的胃，往极阳胃。胃成加二都没关系，下回合会减一，我们变成正一就好操作。待会儿看完诊之后，听他们怎么说。我觉得我们需要给二三号尽量让自己得分的去下药，尽量去得分。倒计时一分钟，大家凑点钱吧，我们把针灸买了。可以啊。你是几号房？我问一下好啊，其实我可以去三号房，其实我也。你又三号，你能不能有个准儿？那我去三号。你去三。那我去三。我去一。我也想去一，咱俩去一吧。对啊，没事儿啊。你能给我一个锦囊吗？因为我去三皇子，然后去查他们状态嘛，我不确定他们给我分享的信息是不是正确的，所以我想用两个锦囊补齐这没有的。我们是口吃和麻痹的话，其实对你们就只要看这个跟这个嘛，对吧？我们一个锦囊就够了。对啊，给。来吧来吧，家人们，去哪儿啊？你们要去哪儿？聊聊不？可以，我觉得不用那么。我觉得通过上一轮大家信任，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。对，已经崩塌了。从第一轮开始就崩塌了，确实，第一轮就很崩塌。大皇子，大皇子，三皇子，对。你去三皇子？嗯。二皇子在哪儿啊？你啊。啊啊啊！好、啊，没事没事。你，还有谁是二吗？就你。啊。接下来进入第三轮看诊阶段。走吧，看病吧。看病，看病，看病。看病吧。各位医师，我家皇子的病需要静养。各位可以自行制定一个看诊顺序，依次随我进去给皇子看诊。现在大家都竟然摆烂的都不想治好，感觉摆烂。哎，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，基本上大家都去过了，都去过了。对，现在每一个房间都得九个人聊，除了二号房他没去过。现在有人想把新皇子治好吗？就都别治好。我想。我们先探着呗，先探着，先看一看啊，看看他啥情况，先看一看，好吧。我去看一眼。好，先看看他们的初级症状。这面色挺正常，体温也正常。这皇子脉搏有些微弱呀。我再看看他们的高级。大便正常。闻。呼吸正常。舌苔薄黄啊，要命了，真的，口臭强烈，对吧？怎么说？臭的太强烈了，好上头啊！我的妈，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。哦，口臭是吧？哦，你查到口臭了啊？错了，那我们都查出来了，正一的、哦，对啊。哎呀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口吃医生，对啊、我们三个医生，对，三个就查出来了。对，为什么第一轮不是这样？为什么第一轮没查出来？对，那我们四个如果达成一致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想一个办法，至少在这儿能得分。但是他们下药的话，那我。那这把他们有这么多人来过，有可能吐啊，还得买一个止吐。咱们里面有三皇子的，我呀，他呀，他是想要三皇子吐的。不是，主要是你到最后一轮，然后皇子是不健康的，你药少也没用啊。对，嗯，哎，这样，因为现在想要保证
把它治好，需要这样几样东西，一是三代针灸，嗯，我可以买，不是我肯定可以买，对，需要两个查看药渣，能查出所有的人用了多少个良药和阴药，这样就能计算出他的状态，嗯，还需要一个止吐药，我们三个来负责这个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你一分两块钱都没有吗？没有，不会吧？我真没有，对啊。你那钱去哪了？刚发，我真没有，因为我还得买药，因为我现在我只有一副药。那我也没钱。行，我也就这样，我们都出点吧。我们其实我现在想了一下，好不好其实无所谓，不好就不好了。哎。打扰各位医师了，是否还有医师？哦，我还没看呢。我和文涛是一样的。不是，你是咋想的？就是你为什么不去二号？我是想着来三多拿一轮分，因为我因为你看过两次是吧？嗯，因为二号。那所以你有动力一定要在这儿拿分？你现在是嗯。但是你就少了一次拿二的机会啊，因为相当于你看，比如我们来三了，我们俩来三了，我们同时可以去二和一。我当时就想着说，就不要按照正常的思路去做，为了分去赌一赌这个比较小的概率。请二皇子啊，还是和你小时候一样啊，就喜欢下这些。这面色。相当健康啊，闻一闻，整整脉象啊，目前都正常，怎会身体抱恙呢？不如让老夫以抚摸法一探一二啊，脉搏正常，腹部正常。哎呀，医师这儿有一个老中医锦囊啊，不知咱们皇子。最近排泄如何？看看舌苔吧，正常，感觉都很正常啊。我看了六项，他都没有任何的症状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正常的，是一个健康状态。啊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去了二皇子那儿，所以就比较尴尬。我们先对一下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是痴呆，啊不，我是麻痹，痴呆。色盲，口吃，来一样口吃，我们就差一个。没有，我有个锦囊，刚好。我有锦囊，接，补气，补气，来，进。好，请。还是我先啊，一样的。天天闻口臭啊。医师，请。来。啊，和珅重主，嗯。那我现在差更高级吧。OK， 好嘞。什么症状？我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，一会儿再说这个没啥吧，你去你拿最后再说吧，我觉得公平一点，大家都最后。好，两个口吃，一个色盲，一个面瘫。对，然后再用一个，你不是面瘫麻哦，不麻痹。你到底是什么麻痹，没有面瘫意思。对，那你就要用那个背耳背对。哇，咳得这么严重啊，用我的高级技能再深度的了解一下大皇子的病症。舌苔正常，我要使用老中医锦囊问大便，再来一个摸脉象吧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什么症状？他现在是咳声重浊，负一。负一。但你刚刚测的是什么？咳声重浊，一个负一。我那应该就是负一，我先看你。你去吧。那我再看看他的腹部。我们应该是一样的吧？结果一样，咳声重浊就是负一。就我们不要对别人说大皇子是什么症状。我们不说，所有人都不说就好。但是队友也不能。第三轮看诊结束，请各位医师回到大厅。不下，
那就不能得分啊，它也不是健康的呀。大家也不会，大家也不会让你得分。就是如果我们不说，我们有可能得这个分。我们不跟任何人说我们的症状，我们出去以后我们什么都不说。哎，那他们也会乱下药。他们可能两个人直接下两个家，或者三个人直接下三个家。让他们随便下呀，他们没必要赌这个两块钱。很简单，就是欣姐你要有阳药你就下个阳药，嗯，然后没必要再下阴药了，你下阴药会不会下？我想加这份，你加不到这份。因为他们不会在这个屋里边下阳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下回合减一，他们会拼命的下阴药，把你的级数给拉到负二，这样的话你下轮很难救回来。你如果想拿这分的话，你要么你就花两块钱去买个阳药，或者呢你就花三块钱去买个安神或者止吐，其他没有任何渠道了，而且这轮大概率会被喂吐，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情。那我去买个止吐给大皇子。我觉得没必要买止吐，你止吐要留着下一轮用。我跟欣姐我们俩是支持三皇子的，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想让大皇子服药多且不可被救嘛。第三轮看诊结束，请各位医师回到大厅，药房已开放，玩家需单独前往购买道具。嘿，哇，怎么样，大皇子状态？大皇子状态杠杠的。二皇子状态怎么样？二皇子，你们随意吧，随意吧，你们。我不知道，你没有锦囊吗？我有锦囊一个，没用啊，也看不全啊。但你又没测出来啥东西。没有。我深切体会到一个道理啊，三个和尚没水喝，这个看病的医生多了呀，没有不根本不可能治得好。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人闻过口臭。是凯，来来来来，准确的都探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探不全。探出来一个症状。我探出来的都是这个。这咋办？就反正在外面，我现在给的都是你们随便吧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加分，你们就要捣乱，我也无所谓。二皇子，我这随意吧，你们。哎，二号房间是个盲盒啊，万一投中了，就是二号房就嘎嘎头。不碰他，不会碰他。不会啊，有药的肯定都他去过二的，他就会扔一个。我刚刚算了一下，其实二这把不翻车的概率比较小。因为不知道其他去过二皇子的人会怎么捣乱，或者说他们会怎么下药。但是在第三轮，你如果要用药渣什么的去盘的话，有点太浪费钱了。所以在第三轮的时候，很大的概率会是不健康的。啊，那我们就不管了。一房间现在的症状是负一。而且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，你就当你不知道啊。就我们不要对别人说大皇子是什么症状，队友也不能讲。我们俩现在的想法是，把一房间的那个药给他顶上去。可以啊，顶啊。嗯，一旦到了负二，他们最后一轮只要吐了就好不了了。哦哦，对哦对，确实。所以我就给他出阴药的。对，那我要不要给他下一个那个止吐？这样他就吐不出来，他就更保险一点。没有那么多人会下药的，这都会下吧？都会下，都会得下止吐，对，止吐加阴，止吐加阴药，对。好，那我也给一号下个止吐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最关键问题，我们变成这轮，其实大家都基本上拿不到分，很难拿到分。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件事情，就不是说我们这会儿要拿那个，这轮的，我知道要拿最后的健康，要拿最后的健康了。嗯。对，就是这回合，你有阳药吗？我只有一副阳药，我也一副，你也一副阳药，我两阴一阳，两阴一阳。所以说这回合很简单，买一个三号针灸，我去在这儿扎一个针，扎一个阳针，嗯，然后你们两个最好可以下两副阳药。我想一下，欣姐会扎嘛，对吧？没错吧？然后我们就正死嘛，但是你不排除。很有可能你套他们组会用符。奥里刚刚说他也会教。那
那这样我们也可以接受，我们大不了只是这回没拿到分，但我们下回合我们的初始起码不会变成负二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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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加一或者零嘛，下一轮的初始。对，我们负一也好，加一也好，零也好，我们起码最后一轮还有的赢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最后一轮我们观察完药渣，我们有一副三代针灸和一副四代针灸，我们应该总能给它扎回来，对吧？对吧？哟，医师。看看有什么需要的。你好，我需要买三代针灸，七个铜钱。来，这也是您针灸器具。我手上只有两副药，我想去买包药。我们下一轮也需要药。医师，这是要买些什么呀？买包阳药吧。一阳一阴。我想买两个止吐药。要六个铜钱呢。我有钱。这是您的止吐药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得一起聊啊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三号，你们要来吗？要来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下药，开药。不是，最关键问题是，一二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下药，随便一二三下了，最后现在你根本讨论不出来的。而且这轮首先第一，二号屋一定开不明白，因为这轮就一个人去二号屋了，没测出来是啥。你没测出来啊，我的你啊啊sorry 本身就不健康，这轮还是正负随机加，那能测明白就他可能是正二正一负二负一，他甚至还有可能是健康。对，投了吧投了吧，你们该投投啊，该投投，我也不管了，随便喂一喂，有药的投一投啊。我现在感觉没有人能好，这皇子啊就得一直病。那所以说其实现在如果想盘一个逻辑的话，其实已经能盘出来上一轮谁在捣乱了，已经盘得很清楚了。既然已经有人开始捣乱，就说白我们聊任何其实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，所以说大家就已经变成一个黑暗森林了。现在就是大乱斗了，就已经变成一个大乱斗了，还是可以聊一下，我们还是可以聊一下，还是可以聊的，还是可以聊的，还是可以聊的，还是有，因为不可控的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就是你留一点容错就好。不可控其实就是一到两个嘛。对啊，那对，但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到两个，其实这轮其实就已经正负值其实就已经拉不明白了。那这轮就不管就乱投。就说白了，这轮最好就是大家都不拿分嘛。医师要买些什么呀？买个三代针灸。哟，您要买这三代针灸？对对对，七个铜钱。行，来七个铜钱。不是啊，火硕到底怎么说？三号，我都可以啊，你别都针灸买了呀。然后我们怎么操作呢？你们商量，我针灸是凭你们的呀，你们告诉我信息啊是。你不是说服他们要买那个查看药渣的吗？他们我没说服他们，你在说服呀。不是你要用针灸吗？那你怎么用呢？我随便用。没有药渣你怎么用呢？我都可以，我反正用针灸，只要你们能找出来信息，我就往正确的针灸。我的两个队友只有三分，所以讲如果能在我们这个地方。三皇子这儿拿到一个健康的加成的话，能够帮队友提升很多的排名。哎，这样，你来，过来这样。对，他们俩都已经在一起了。对，是，对，肯定是。他现在不是正一吗？三号。对，我们能下的全下一药，把他下成负一，你直接往上走。可以啊，就直接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李姐，你会给三号投什么？我们先商量，就你的问题，咱们要不要在这儿拿分？还是你现在不一定要在这儿拿分？就是也，其实也不确定的，随便投呗。啊？因为我只有一副阳药。你过来。嗯。哎，其实他现在不是正一吗？所以只要阴药足够多，他就变成负一了，对不对？他负一的时候用针灸就能把它揪成零。嗯。那。但是我只有一副阳药。哎，
确实也没有办法，第三轮大家已经不会去真实的去吐露一些想法了，然后三王子的那个交易因为可能太复杂了，让他完全达到健康这个交易达不成，所以挺可惜的。哎，我们对一号房止吐，二号房止吐，对吧？就都让他止。对，然后一号房再下一个阴药的。没有那么多药啊。我反正有一个阴药在。嗯，你有啊？对。哎，对二号房子的，对，咱给一号房下阴药啊。为什么？有好处。我不知道，给我说说呀。管就是让他病，就让他最后是负二。大是什么状态？现在？不能说，他下阴药就好，下阴药百分之百没错，只要大家都给一号房间下阴药，他就一定必死，因为只要他到极限负二的话，下一轮还是减一。对啊，这样试看，来来来，说，第四轮开始之前，皇子的average会减一，嗯哼，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大皇子三皇子能变成负二，然后下一轮他就没办法健康。你给他用阴药就好。阵营里面比较占优的是大皇子和三皇子，而且他们还存在这个药的使用很少，他们有可能获得超级健康，那就一下子就甩开我们了。那能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去阻止另外两方获得健康。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给二皇子下药？他下不了，我想下一个，但我不知道我没想好下什么，赌不赌？随便下一个，我们就得赌。你用阳，我就阴啊。行，我那边在用阴，那边在用阳，我只有阴了。我用阳，那你用，那我们就都用完，这一轮全打出去。我们仔细算一下啊，你们现在有多少药？我现在两个止吐，一个阳。我只剩一个阴。我两个药，那我们加起来是六个药。嗯，对。因为我们的药下的最少，那大家第四轮肯定会疯狂的给我们喂药。那我们就是想怎么能让我们的皇子吐呢？不用，我们得要11个吧，我们11加1就够了，11加1就一定吐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需要5个药。我8块钱可以买4个药，还差。但我们这轮还要用啊，一会儿还要用出去啊。我的意思是要么现在就别用，就不参加了。对，直接别参加呗。那但是我们还得想办法把三号房的状态拉到最阳。哦，那个我有针灸，肯定可以。OK， 好的。我的目标还是放在了把自己弄到超级健康上面，所以说我们想在第四轮留更多的药给自己的皇子。你有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钱？我现在还是一块。你俩一人一块钱，下一回合我们总共18块钱。那赶紧，老师你紧张，赶紧买一个。确定吗？刚好够。因为我们第四轮是需要确切知道我们的皇子的健康状态，才知道我们的扎针是要怎么样。你们这轮哪个玩家想体验一下，就是另外一个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方式，我可以把这个给你们，你们用一下。我能出去再回来一下吗？我马上回来。等会儿啊，哥，老中医锦囊能卖我吗？你愿意出多少钱呢？哎，他原本多少钱？两块。我出一块钱买可以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买哪儿的老中医锦囊？买我的老中医锦囊。一块钱买到了，好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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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厉害了！下面进入治疗阶段，首先进行开药治疗，请各位玩家从一号到九号的顺序依次前往药房。来吧，下药阶段。我不开药，不开了吧。三皇子开个阳药吧，给我们二皇子开一副阴药，给三皇子开药，给大皇子开一个阴药，然后给二皇子开一个阳药，然后给三皇子开一个阴药。因无人查看药渣，接下来进入针灸治疗。来，针个灸。我使用第一代化阳针法，我给大皇子。我使用第三代针灸，给三皇子。第三代，我给大皇子。三代针灸胜过一代针灸，二号玩家
获得针灸大皇子的资格。是看你被压制了，我早知道我直接下药了。请二号玩家、三号玩家进入药房进行针灸。医师，请将针灸器具放入对应皇子的托盘中。对。接下来进入第三轮结算阶段，药房伙计将为大家发放各自的密信及铜钱。我可期待最后这结果了。来来来来，看有没有人健康。你先别给表情，这次哥，别着急。会不会有惊喜呢？啊？怎么样？治好了吗？啊？是好了？好了的话，应该会加分，是不是？我不想跟你聊天。好，谢谢。很大概率，三皇子或者大皇子会吐，吐了的话，就等于你这个药白下了。所以我想着说，省一省药，省到第四轮用。精彩！给大皇子下止吐药。啊！浩然，大皇子，良药。加一。大皇子、二皇子、三皇子，我都不看。我只剩下一副药了，想稍微留一下，因为金币在后面，然后会有其他的规划嘛。可以不？好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就这样吧。我对三号皇子使用正一的针灸。有人加分吗？这轮？你怎么揪的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又没人告诉我该怎么揪，对吧？我就随机揪一个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投的。对呀，那不完了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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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王子加分了。大王子竟然加分了。截至目前。累计经验值总和最高的为大皇子阵营，那不就是你们吗？你们都没加分啊，那肯定还是我们啊！全场没人咬吗？那都没治好，那除了我们还能有谁啊？接下来进入第四轮选择阶段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吧。来，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偷偷跑来下药，真没下。你没下，你怎么加的分？我加的是看着，所以代表你们肯定治疗成功了。关键我们没治，我们就扎了一针，就治健康了。啊，我们不知道你们要用什么，就扎了一针。我们扎了一针进去，我什么都没用。浩然，刚才我就在算，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羊完了之后，有人放了一个音，然后就变成健康。现在是最好的结果，是健康。我们把热值拉到正一，然后保留了一下药量，但是没想到只有一副人来给我们下了一副阴药，刚好就是把我们下到了健康状态。大皇子治好了，治好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下了一个止吐药，然后让文涛给他下了一个晕药啊。最后刘浩然进去扎了一针，还是好的。那太厉害了。二号你还下了一个阴，你一个都没下。那谁给我们下的？现在很烦，他们现在健康了，我们这都不知道啥状况。看出来你的症状。我探出来的都是这个，你用阳我就阴了。行。啊？第三轮我蹭到了一个治疗分，给那两个没有拿到分。我们每轮每给每一个皇子开的药，
只能是我们去看诊他的次数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严格来说，我们只能给每个皇子开一个药。因为我们上一轮的健康状态其实已经暴露了，所以说大家就天知道我们是负一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都是会接着把我们往下拉。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，我们到底是一人去一间，一个人回自己房间一间，我们做一个防守，还是说我们三个人全部杀到别人房间？这个是针灸，好，这叫啥？打开营养和眼药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反正就查看完，基本上就能够弄好了。咱就反正超级健康就拿六分，超级健康就是会有机会的。我刚算了一下，我们是五，上一回合我们吃了多少药？谁知道啊？三四副吧，我最大的才十。二玩家应该刚刚他们是十二，然后这吃三四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一号玩家上一轮吃了一个阴药、一个阳药、一个止吐药，他们是十一、十二吧，十二、十三。那我这回止吐药必须给他。对啊，我们肯定要给他。二号是不是现在已经不用管他？二号吃太多药了吗？对吧？那就给一号下药吧。第一回合大皇子有三副药，第二回合大皇子是没有到五副，应该是三四，确定是五副顶满了。五副。然后上一回合只有两副。对，两副。你一副，他一副，甚至他们有可能都没人下，反正一个针灸，所以我们其实只有十副。我们应该是一共只吃了十一副药，大皇子应该。一二轮都是名牌啊，所以，三加五嘛，三加五八副，然后第三轮大皇子变健康了。对，所以肯定是有三个人下了药的。二号房第一轮五个顶满，第二个，第二回合五个顶满。我数去了，你投了几个？我还投了催吐呢。二号房第二轮七个药，第三轮因为我们都没人确定二号房是什么，可能就用一个药。那相当于他是十三，起码是十三，十三个药。三号房啊，第一轮三号房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哦，第二轮，我扎针灸扎满五个。好，第三轮是第三轮，刚刚我们不确定，刚刚起码我觉得四到五个没有得分。对。我觉得最多可能就也就九副药，我们要是 OK。其实场上比较占优的是另外两，他们其实对对方是比较有敌意的，然后相对对我们来说，会还好一点。不是，我们还有能聊的空间吗？没太多，没太多，反正变成阵营战了，现在已经。我们可以配合一手弄他们，但我们自己别撞了，因为我们肯定要买个四代嘛。那你们给他们用个四代，我们给他们用个三代，能肯定用他们。对，那往哪儿用你知道吗？随机用啊，随机用啊，就是不去了，直接就不去啊，直接盲用啊，对啊。用。那你们三个针不得对我们用一个吗？对自己用啊，你只能用一个呀，一个房间。哦，对。那怎么办嘛？那你说。那不是啊，我得防守啊，你不能让我去用了别人，然后你给我用。文涛，文涛，文涛，八分。说真的，你们买个四代，我们不对你们用，对。那我们为啥不用？不给自己用，要给他们用？那你要给自己用，给自己用，那算了。那我们不是一起说出一个针给他们吗？要不要出嘛？现在就是我们得给他弄到不健康。他们家有一个三代，他们再买一个四代，对自己用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你要不要把你一代都用上？我们现在是健康状态，这一轮的是负一，对吧？负一。有一个更吓人的办法，两个人拿四代针灸，一个人拿三代针灸，来吧，你扎吧，扎吧，反正四大于一，干脆都别健康了，都死去吧。你现在是八分是吧？八分，八分，八分。我们三个没有竞争，很平均，我们大不了冲第一，并列第一。真的，你们得那个什么，你们出一个针。你看，他们是要这么搞我们。对啊，他就是要搞我们。黄叔老师啊，要用一扎我们啊？不知道，现在不一定。我们现在只想保自己，不想祸祸别人。是吧？保证我们自己好，基本就超级健康了，我感觉。
但是我真的非常想问一件事情，刚刚谁蹭到我们分了？刚刚上一轮我们的状态是负一，我们给了自己两个羊，但我们变成健康了。我让那个文涛投了一个。哦，文涛投的。哦，那文涛现在分最高了。文涛11分呢。你自己看看吧，你还让别人对的来拖拖我们，人还拿着分了，人现在第一。文涛，你上一轮你是看的不是大皇子吧？我不是啊。对啊，那你怎么得？我没拿分。我去了3号，3号啥状态你不知道吗？你是给1号下的药呀。我哪儿给1号下药？你们自己怎么下的药？你们盘不清楚吗？我们不可能给自己吃健康的，所以有一个药一定是你们下的。你几分？所以3分啊。你们跟人11份聊什么呢？我一队的能聊啥？你们这会儿是个个人战，我无所谓。我们最后肯定为了团队的胜利，团队胜利。这位3分的朋友，现在才应该是团队战，因为想要得那12或者6分嘛。我要拿了6分，那你不也追不上我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先，来来来。如果刚才有人往我们那儿下一个银药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是负2了，就很难救回来。你们现在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吗？现在最大超级健康的可能性不是我们队，我们比他们多了3副药。所以说其实就是搞健康的话，其实他们队是全部加分，全在我们上面。那你的意思要针对他们？我觉得起码把他们药给填上来。我们不管什么样营养金，你们先把药顶上，我们会顶着。但他现在没有健康的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盘出来刚才的2号和3号是什么情况，所以现在只能自己去进去看。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去3皇子。去3皇子的意义是调查清楚一开始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好防着他们，因为现在我们有两个对手。但他这两个对手的注意力不会在我们这儿。是，但我们不能让他们拿到多的加分。那我去了。你有一个锦囊对不对？有，你有一个。对。Okay, 那你锦囊给我，我去看。嗯。哎，我们3个进哪屋？我2皇子。我们只要13。你们两个回屋，我去3。下面进行公示。大皇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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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选择3号皇子。大家3个队的选择各不相同啊。走，看诊。看诊。走吧。还真有来我们这儿的。那肯定多了，都想给我们下药啊。李小姐，你先去吧。你就看这两个就行。可以。好吧。大便和指腹。我不想再闻了。感觉寒冷，正常。我拜托你是香味好吗？还是口臭啊。咱们大皇子，他的舌苔为何如此白？一个薄白，一个寒冷。嗯，所以。我先进去了，哥。我们就想把自己皇子弄好，其实别人并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也是啊。好的，啊，我现在使用老中医，我往舌苔回按腹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看的一切正常，我看了所有的，除了，你的技能，除了我的技能，大便你没看。
我对我没问大便，然后我没忘面色。很正常吗？哦，是有非常均匀的呼吸声。一切正常。来问一下皇子的这个大便怎么样吧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啊，来了。你一切正常？大便不正常。大便不正常？大便热的。看看大便。大便正常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看大便了吗？看了。啊，看了。对啊，不热吗？来问一下恒子的这个大便怎么样吧？大便也正常。我跟他们说了一下，我们是加一吧，但是实际上那会儿也很难抉择，因为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办。我带着满满的诚意，又来了，想来和你们谈谈。又来了，浩然，浩然，你的思路是什么？我们的思路就是没有思路，必须得帮大皇子好好争一争。对。那就大家全自爆吗？你们把针灸全用到我们这儿，我们就开始闯了吗？那无所谓啊，大不了最后就放弃攻防了呗。我们放弃防守，就大家都别好，然后我们按照现在这个分来算也一样啊。他们还是第一分呗。好，那我进去。颜色正常，体温也正常，脉搏也正常。问一下大便。OK， 然后我想使用一下我的锦囊，高级闻体味以及高级按腹部。体味还是比较香的。腹部收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舌苔正常。都正常吧。我查出来两个音。我们现在不能透露任何关于二皇子的信息。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三副炸药，然后防止他们下阴药的同时还要用两个探查去查，然后再用针灸。你就赌他们会不会放那么多阴药过来，或者放多了让我们吐。吐了我们就输了。我觉得一个止吐药应该够了。迪斯伦看诊结束，请各位医师回到大厅。接下来进入迪斯伦会诊阶段。来，集合。对一下真实信息。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健康。对。这很麻烦。他们会给我们拼命的喂药。其实第四轮诊断出来是健康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因为无论诊断出来是温或者是凉，对我们来说都有很简单的策略。如果是温的话，我们就把它下三副阴药或者甚至四副阴药，让它无法变热；如果是凉，我们就给它下三副或者四副阳药，让它无法变寒。但是是健康状态的话，我们完全无法知道其他队会对我们下什么药。哎，好难啊。浩然现在觉得我们是阳医，他会不会给我们下更多的阳药？大便不正常，大便热的。三皇子是正一，他们是顶满的，他们顶满的正二。第四轮就是减一，那就正一，对，温，他们是温的状态，温。然后他们一定知道我们现在是负一的，这个是肯定的，他们一定会使劲往我们这儿搞的，就是往负了下嘛，他们最大可能就往负了下嘛。我觉得现在是这样。二号现在大概率是健康不了了。你们认这个事情吗？认。然后三号，他们起码会有一个四号针，一个三号针要跟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四号针，一个三号针。他们除非可以把另外一个一号针也扎我们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想法非常简单，买两个四号针，一个四号针扎我们，一个三号针扎我们，我们四号针去扎三号。
我们如果健康不了，大家就都别拿健康分。我们反正我们分本来就领先。三分，三分，老九三分，你有几分啊？四分，他四分。就除了他们队的都三四分，就他们队厉害，你就别在这互相嘲笑了啊！好，这三个是这个的，这还有这么多钱。梦想，别在这听我们的战术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怎么个是情况？他们那边是什么？正义。正一，我问火兽，火兽说是，不知道他骗我没有，但是我怀疑是正常。有可能是零啊。我们现在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负二，我们现在负二啊。别说，我们深知二皇子想回到健康难度挺大的，那能做的努力就是用尽可能多的阳药把他往回救一救。那我们能去用一个阴药换一个阳药吗？你如果去跟他们说换一个阳药，反而我们现在做什么？哇，我们现在好难受，很难啊！怎么办？你是剩了个啥药？阳。哎，火，来你把三代针灸先给我吧。不是，我们直接用啊，我们去用啊。你们用三代针灸？对啊，给他们用啊。那也行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阳也是。你们也太大声了。那行。嘘，快，小点声，小点。你们四代，我们三代和一代。三个全用在他身上，那不然你怎么让他病呢？就不管了，他就治他一会儿就健康了，跟你说。但是我们把他限制的不是还有你吗？你现在是药最少的，而且你现在还是健康的，对吧？我那你觉得健康就健康吧，没事，好像不太健康，反正。你们不再出点钱去探查一下吧？那还得出多少钱啊？那得。那你如果三个都用住了，你最后三选一选错了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对。那你们出两块钱，我们出两块钱，也可以这样，对。那我们钱现在有点不够。那你要怎么样吧？我们出一块行不行？因为我们的钱真算不出来，就是就差一块钱。买东西，赶紧买东西。或者这样，我们查一个，查一个。哎呀，真棒！好，我们出三块钱了，真是。叫付一三块钱，我们付一三块钱。我们付三块钱干啥？我们没有。我们是真没钱，我们可以付一块钱。药房即将关闭，请需要购买道具的玩家尽快前往。先把针灸买了，真是。先把那几个买了。探查。给你看看有钱人。医师，您这是贴了多大的诊单啊？是啊，药渣6块钱，我要3个。哎，这个是您的常用药渣。好，我再要一个最新的针灸。哎呦，四代针灸器具，来，这您拿好。哎呀。来，我们买一个阴药。这是您的阴药，您拿好。我们要买针灸吗？肯定要买吧。我就跟他们聊呀。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怎么限制三皇子？你们有打算要限制三皇子吗？你们现在怎么想的？怎么玩？我们现在想法是特别简单，我们买2副4号针灸，一副扎我们，一副扎他们。我们还有个三代针灸也扎我们，我们三个人各一个针灸。那他就说白了，他把他四代、三代、一代全用到我们身上，他们身上没针灸全抵爆。现在你们买针灸只用灸自己，买针灸灸我们没有意义。二皇子他们只有四代针灸，三皇子是有4、3、1，但是他们不可能把三个针灸全部用在我们身上，这样的话他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状态。比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三皇子会把3代和1代用在我们身上，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必须去管2号玩家去借一个四代的针灸，除非你们两家完全联手，那不然我们还是可以保证我们4跟3是其中有一针是可以扎在自己身上的。确实我们很被动，就是你们两边都比我们强，那你说你想想，作为我们应该怎么选？就是两边我帮着你们去坑他们，然后就是等于送你们，然后帮他们弄你，就是送他们。
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感觉吧。他们两个会比较提防着对方。文涛，文涛，文涛，过来。你们买完了吗？我们买完那个是给你拿那个探查，明探告诉我们。探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们的。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哎，火树，火树啊，不用看，不用看别人，看别人有啥用？有事先跟他们这么聊嘛。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把针也用出去。对，我们不掺和这个事儿。他们不掺和，掺和怎么掺和？谁跟他掺和？咱就赶紧好好激自己。对对。我们出完钱，他们就会用针灸了。那个不一定啊，那个不一定。不是，就是我们出这个钱，就显得这事很真。嗯，我们要不出钱就他就不一定做是吗？他又不一定针对他们的针灸的，他甚至有可能给自己用医自己的那个。他没有机会吗？啊，你管的，你不这么想，人家肯定想让自己份高。买阴药，买阴，确定吗？确定。我现在还留了。意思，如果真的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，很有可能他们合作不了。嗯，我们三可以抵一，你明白啊？最多把四抵了。买个阴药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医师又何需要？哎呀，为何如此着急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怕一会儿卖完了。哎呦，这小子给您留着呢。我需要两个丝带针灸。那这您拿好了。好的。然后我需要一副，再需要一副阴药。啊，您拿。两个阳药下给我们自己，对对吧？然后阴药给谁？阴药不要给自己，千万不要给自己。嗯，三，他们现在正一，我知道，就赌一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吧？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我们被针对的几率是非常大的。那怎么样去分散别的队伍给我们这扎的针灸？那就是我们让他们在查完药之后，发现他们的状态都不健康，尽量让他们用他们的针灸，给他们自己保护一下。所以在我们已知三皇子的情况和。大概率知道二皇子是什么样的状态的情况下，然后给两边都下一副，各下一副阴药。我们两个阴药，一个二，一个三。好，你真想把阴给自己最好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们以为我们现在是阳嘛，就是这么想的。咱投两个阴一个阳吧，咱们自己，好吧？投这么多药干嘛呀？两个阴一个阳和投一个阴有什么区别？咱只收一个阴，咱在自己这儿。对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给自己投药的越多，我们到时候抄的越多。是是是，两个阴和一个阳跟一个阴的作用一样。那我就不投了呗，我这儿。我内心的想法是因为我已经有八分了，然后他们俩分不多，所以我就说那我可以不下药。如果治好的话，这样我们三个就是分会很接近。既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话，这个分我是能接受的。不投，那我投一个。你可以投一号，但我只投药下给一，因为一号的分太高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不能让他。给自己进行一个测试，让他把药吐出来。我们必须把他药量增加。我可以投一号和二号，你就看心情吧，因为现在太多未知了。就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全力去预判一下。然后我这副阳药给谁？给自己，你的阳药给自己。我那个我给二用止吐药，因为药太多的话他还会吐，所以我还需要再下一个止吐药。阴给谁？有可能会用到大。大致我就给他呗。嗯。文涛上火了，在讨论怎么害我们两个组是吧？Let's go。下面进入治疗阶段，请一号玩家前往药房。医生要给哪位皇子开药啊？医生要给，你就看心情吧，因为现在太多未知了。阳药，给。咱们家皇子啊，被人害得不轻啊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了。您的开药有效。这个就剩下的药就随缘了，因为二号的情况大家不知道。二皇子开个止吐药。我要给大皇子开药。二皇子，还有一个这个，给三皇子，在三皇子那儿下一副，万一三皇子那儿中了，我就可以拿到分。所有玩家看药结束，是否有玩家需要使用查看药渣？请一号玩家前往药房进行查看药渣。原来我们不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又见面了，医师。好嘞，这三个都查三皇子。
阴药、阳药和止吐药。我天哪，有点紧张。给三皇子，您确定要给三皇子开一副阴药吗？确定，阴药给三皇子。您确定要给三皇子开一副阴药吗？对。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健康？对。嗯。完了，无力回天了，是吧？结束了。看完了，对，好，结束了。所以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无力回天了吧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啊、我先去听一听他们三皇子的状态。我也听一下。三个阴，三个阴没有阳，没有阳，那我们没了，没有阴经济了。这么扯啊？你们为什么不下啊？什么东西？不是说不下自己吗？对。其实还是第三轮，我们没有坚决的让自己的皇子给加到正二阳这么一个状态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们阵营是很大概率能够获胜的。我查看大皇子阴阳药渣，这么洋气的。我要给我们的大皇子阳药。我要给大皇子下阳药。您确定要给大皇子开一副阴药？呀，您确定要给大皇子开一副阴药吗？确定。我要给大皇子下一个止吐药。好的，谢谢。娘姐。两姐，什么？我们现在是两阳两阴，最终结果还是负一。我们现在只要抢到针灸，抢到针灸，针灸可以用。我们现在玩法这样：如果说我们四和三，我们两个抢到了我们自己的房间，我们会给自己扎一针阳针，我们就变健康了。对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如果抢到了三皇子，你就扎不变的针，你扎三皇子。二皇子吗？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不管，我们只能针对一个。谢谢。我们不可能连着去针对两家。我也有想过把针灸留给二皇子，因为文涛的分最高，对于我来说，然后肯定是想先克制文涛不拿第一，毕竟这个还是个个人战。哎，我们三个进哪屋？我二皇子吧。我们只要一三，但是我可能还是无条件选择团队，就是听从团队的指示。那我都不揪自己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对啊，你们去别地方揪去。对，我们找别人去。啊，对，我们去哪儿揪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这一的分很高。啊。我们都去争二，把他们也拉下来。在得知自己的皇子没有健康之后，那我们的超级健康的计划就完全破产了。那这个时候想的是，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排名。其实一号房间我完全不关心，因为一号房间的三个人都是比我更健康的，他们如果得分的话本来就比我高，对我的排名没有影响。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把二号房间的皇子也保持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。那我这个时候，我和哲远还有石凯三个人都是三分，这个时候我会由第九名变成第七名。你也三分是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的。有机会。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绝地翻盘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打顺风局，体验不出自己的技术，就喜欢玩逆风。只有逆风的飞翔才是真正的坚强。我先查一下二皇子的阴药和阳药。好，谢谢。我还有一个，查一下大皇子的阳药。阳药两副。
谢谢。你给打下了烟，烟是下了一个烟，主要是我们自己等一下。我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们有给大下过音药吗？没下啊，我下过音药。请各位玩家回到座位。音药。给大皇子下过音药吗？下过。没下过。下过，我们都下过。你现在不是要搞他吗？我们要揪他呀！如果我们知道他是，我查了，他们娘要是两副。哦，现在我们可能揪你了。我们这什么什么？我们可能揪你啊？为什么揪我呀？因为我们 GG 了。对，我们 GG 了。对。我们不是更 G 吗？但我们都 G 啊。就是我们不是聊好了吗？因为我们 GG 了呀。我们之前如果能救自己，我们就去侦探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救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只要把他们拉下，把我们拉下来干啥？就是因为不让你们上升，会让我们的名次高一些，因为我们一定超不过他们。再说是，火速知道自己的皇子没救了，既然想要去来搞我们，让我们也成功不了。你一号没关系，我能加分，我给他投药了啊。哦，对，你给他投药了哦。你还是超过不了我，哥们儿，你有病。你现在不能让所有参与这里的人得分。因为你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比你分高。你没参与啊？对，就要搞他。那行，那行。对你没跟他同样。好，那我们的四，你们的一三。哦，对对，那行。我没有在一号房间投药，而二号房间石凯和陈哲远两个人也有可能在一号房间投了药。那如果一号房间皇子健康了，他们俩也会得分，分也会超过我。对，我们先把他搞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告诉你们他们信息，没关系。OK， 你们下了几副音药？你下了几副？我知道你现在是啥情况了，现在是负一，他们对，好，那不算过了。对对对，你如果你告诉两阳是真的，他们现在是负一。怎么玩着玩着变成三打六了？你们的一三四全要往这儿用，因为三四有可能被撞到了，一就才能用到。我用呗，那我就来这儿用呗。我活了，到底在聊什么？我想完了，活了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你们到底在聊什么？不用加入，快让我们听听。坐下，浩然，快让我们听听。星野，你下什么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内讧了。赢了以后给我一个金魔方，我帮你们。四代在我手里，我反正不会是最后，因为我给你们投药了。你们健康就健康，你们要不健康我也无所谓，你知道。请各位玩家回到座位，即将开始针灸治疗。四代针灸，针灸二号。哦，啊，二皇子。啊？对不起，哥。奥利，哥哥平常待你不薄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出了主意，我出了主意。我去拉下那个一号房子，你去拉二号房子，这样他们大都治不好。好，明白。就是如果你们好了，你就比我多两分了，知道吗？你真该死啊！你，我说你是真该死啊！我真没害你吧？那没办法呀，这个。大皇子，三代。好，我三代去一号。四号玩家。我没有针灸。五号玩家用四代针灸，针灸大皇子。六号玩家用一号针灸攻大皇子，七号玩家用四代针灸针灸二皇子，用三皇子，然后用四代针灸。你要针灸我们啥呢，姐？你要针灸我们啥呢？九号玩家用四代针灸针灸大皇子，没有一个人搞一个二代针灸吗？如果在第二轮把四个金币和。我当时买止吐药，我买止吐药，啊，你买，他买，我买，好，我买个止吐，花掉那个三金币凑在一起，如果当时有一个二代针灸的话，其实结果还是会不太一样。首先我是骗你的时候，我们买不买针灸？肯定要买，那是买一个还是买两个的问题？因为你跟人家的交易是给那边用一个，那我们自己要留一个。我想买两个针灸，三个探查，一个止。来，这也是您的针灸器具，您拿好。这也是您的三个查看药渣，您拿好。还有一副止吐药。
哎，这也是给您的，您收好。你别晕啊，你必须要用在一这，因为你不用用在三，你也不用用在二，对不对？三他们已经自己崩了。接下来公布三位皇子获得针灸情况。五号玩家和九号玩家的四代针灸相互抵消，二号玩家和三号玩家的三代针灸相互抵消，所以六号玩家的一代针灸获得针灸大皇子的资格。一号玩家和七号玩家的四代针灸相互抵消，无人获得针灸二皇子的资格。八号玩家获得针灸三皇子的资格。首先有请六号玩家前往药房，进行大皇子的针灸治疗。真的假的？怎么泼天的富贵落到我这儿了？我的妈呀！您有点兴奋过头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是有一个一代的针灸，我要针灸大皇子。好的，您的针灸有效，那带上您的针灸继续请回吧。哦，还要拿回去？我的天呀！哇，终于用上了一次针灸，原来是这个流程。我也想用一次。请八号玩家前往药房。没有，就随便随便，我们负二。对，我们灸不好。我针灸的是三皇子。请做出您的针灸选择。保持不变。好的，您的针灸有效，请拿回您的针灸器具，请回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帮你们治好了。怎么可？那就谢谢你了。那就谢谢喽。对。接下来进入最终结算，首先公示各位玩家所属阵营及各皇子的初始状态。接下来根据第四轮治疗结果，公示各皇子的身体状态。大皇子状态为寒，凉啊。我们结束状态已经负一的情况下，欣姐肯定不可能有任何选项会去扎出正一的那一针。请做出您的针灸选择吧。我要给他往那个负一灸一下。好的，您的针灸有效。二皇子状态为健康。哦，你们健康啊！阳药给二皇子吧。您确定要给二皇子开一副阳药吗？yep。再给二皇子塞一个阳药。您确定要给二皇子开一副阳药吗？对。您确定要给二皇子开一副阴药吗？确定。给我们的二皇子阴药。等一会儿，衣服，应该是够了的。阳药，现在是健康的。好，谢谢。哎。有一些关键的点还比较满意，运气也站在了我们这边。三皇子状态为寒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接下来公示各皇子的总服药量。我们服了二十个。哎、我们二皇子给哥们当饭吃。根据各皇子的总服药量，没有获得超级健康的皇子。接下来公示所有玩家当前个人累积经验值。根据皇子最终的身体状态，恭喜支持二皇子的四号玩家、七号玩家、九号玩家，每人额外获得六点经验值。下面公示本场游戏的玩家排名。富含 DHA、高钙、高蛋白、好吃又健康的近宰深海提鱼，为各位公布金魔方积分排行榜。玩家根据排名先后，分别获得九到一个金魔方积分。真的假的？我第二。哇，我第三耶！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！哎呀，我们也太惨了，真的太离谱了。
郭老师玩游戏玩了这么久，从来没有零分开局。针灸作为一个可持续使用的东西，其实是很有利用价值的。真正想要的是第四回合的第一代的使用权，针灸全在我们这里，然后我们反正就查看完，基本上就能够弄好了。我们的皇子如果健康了，基本就是超级健康。三个亿没有羊，没有羊，那我们没了。我跟你赌，就是想搅局。我是真不想拿这份，因为我不拿分，大家都不拿分。我还想让三皇子吐。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比较自信，自己可以拿到超级健康的。我现在天胡开局呀！我现在跟开天眼一样。你们要是这么喂大皇子的话，不玩了，我要搞你们了。截至目前，累计经验值总和最高的为大皇子阵营。我们先把它搞了，好不好？怎么玩着玩着变成三打六了？当时反思就是我半场开香槟，难就难在被其他玩家集火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守。太早暴露的话会比较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。我另外一个反应不是这样，你不能在第二轮就做这样的事。OK。后期我本来一直想克制二皇子的，我二皇子了。不是皇子，二皇子吗？我们不可能连着去针对两家。觉得有些时候可以相信一下自己的直觉。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给我的信息算出来我们治疗的可以有四个皇子。我买，你不用买，我们钱就完了。给我啊，不是给他干嘛。我的思维比较跳跃，硬要给谁。老三就赌一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吧。三个亿没有羊。没有羊，那我们没了。没有一经济了。但我投他们是盲投的嘛，你记得吧？你一直前两轮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量能保证我要得分，你再回阵或者回阵别人一给你下药的话你得不了分啊，就是别管是不是同一阵营的，这轮不是在得分吗？如果没有洋洋就不用，那就不能得分啊，他也不是健康的呀。我可期待最后这结果了，每次精彩。我已经有八分了，然后他们俩分不多，只能就是扔到二号那儿，纯是盲头。二皇子状态为健康。我想说这游戏有点意思。好棒啊。我不喜欢打顺风局。只有逆风的飞翔才是真正的坚强。他不是队友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团队类游戏。等等，他这边想要买针灸了。你不用了，我们钱已经给完了。给我。你们这会儿是个个人战，我们最后肯定为了团队的胜利，团队胜利就个人的胜利啊。团结就是力量嘛，假如说没有提前的找到队友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刚开始的策略有一点是想要扰乱场上大家的信息，拖延或者消耗一点在场其他玩家的时间。不让你再洋洋吗？下了阴药，三号房拿不了分，这儿拿不了分，我们是三分。最后那一轮就是真的是一切都是机缘巧合，刚好大家给我们下的药量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。涛涛你这么强啊。前期可能当你没有完全找到队友的时候可以先自己累积一些分数。二皇子建议。三号你们要来吗？就是下药。哎，谢谢。你会给三号投什么？后期的时候争取能够让整个团队去得到这个团队的激励。给那边用一个，那我们自己要用。我们的一三四全要往这儿用，你别晕啊，你必须要用在一这，不然我们就崩了。七号玩家用四代针灸，针灸二皇子。对。九号玩家用四代针灸，针灸大皇子。帮我的两个队友从后面变成了第二、第三，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努力还是很有意义的。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竞技类的游戏，而且是每个玩家都有自己在身份或者职业上的缺陷，需要和其他人进行组队，然后才可以完成任务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协作吧，在团队里面去做一个取长补短的作用吧，然后才能为病人然后去做更好的治疗。在生活当中的话，大家一定要保证团队大家的利益是尽量一致的，事情做好了大家都能得到利益，大家才能够更好的齐心协力的把一个事情给做好。本场游戏的获胜者为七号玩家，恭喜你被正式受封为安国御医。我终于了。可以。好。
请领取代表御医身份的精药箱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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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实力超大，这厉害。哦，恭喜医师您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哎，谢谢，恭喜御医，御医分我一个金。富含 DHA 高钙高蛋白，本节目尽在深海体育独家冠名播出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穿梭魔方世界，畅享博弈之旅。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上微博参与魔方新世界话题讨论，和微博网友一起讨论节目高能名场面，上微博搜索魔方新世界，解锁更多惊喜互动和嘉宾动态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、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百度、网易有道词典、 WiFi 万能钥匙、美柚、 YY 直播、土巴兔、检票集团。